关晓彤上有怒批，这不是大学生该穿的服装。关晓彤从小就出演电影，可是说是娱乐圈的老人，她凭借着爆表的颜值和不可可，网友更对她清纯的模样印象深刻，称她为国民闺女。可是在这个争雄斗艳的娱乐圈里，想要的她也逐渐远离国民闺女的形象。在今年的别提小童身穿薄纱透视绣花长裙，长发披肩，着实在观众眼前一亮。只是原本俊嫩的脸庞有了浓妆艳抹的点的灵气，胸罩若隐若现，胸罩若隐若现这几张更可怕，连内裤有看清了。看来娱乐圈这个大染缸穿也不虚，再清纯的人